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行云记为刺客聂隐娘留下了从无到有的全景视角，很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作者谢海蒙为我们分享。海蒙好。凯英好，大家好。海蒙，上周我们谈到写刺客聂隐娘剧本的冰山理论，同样可以带入到实拍的考据上。侯导的写实主义是超乎常人的坚持，所以这带给就是要实拍有很多的一些考验，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上周讲冰山理论，主要是在说一个人物就是一座冰山，对这个道理。但是其实冰山理论可以用在说我们建构的整个世界里头，就是说我们要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再来决定说景框要框的景框框在哪里，在哪个地方，所以你就要建立那个真实世界就是一座冰山。但是我要说的说，这个真实世界当然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考据，那考据有精准也有故意失准的地方，这可以再说。但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真实世界要无比的真实，其实还是说人的情境，人要是真的，然后那个处境是真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其实这样子才会说跟观众有共鸣吧，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遥远的时空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你还是希望说即便他们是一个唐朝背景，离我们很遥远古人，但是人在那个处境，在那个情绪，在那个状态下，是可以跟你自身的经验连接在一起，跟你所身处的这个真实世界有一定程度的连接跟共鸣。对，所以我说的真实世界，其实真正侯导非常非常执着非常要求的真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所以其实我们在映客杂志的对谈里头，他下的标题相当好，就说景框是一个真实世界里若有若无的存在，其实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建构了一个真实的冰山，那你框了就是你的景框，你拿开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真实世界。所以就你来看，真的是所有的实景都要符合的考据，当然你有说也是有故意失准的地方。所以你有写到就是萝卜可以吗？玉米不行。对对对，黑猪可以，白猪又不行。对对对，这次拍摄的地点有大陆，有日本，也有台湾的各个地方。有些地点可能成为痛苦回忆的代名词，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拍摄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对，因为你说那个考据，那像大陆的话，大陆拍摄的现场通常比较混乱比较复杂，很难去怎么样子的混乱复杂，就是说常常会有四面八方跑进来的东西，人也罢，然后会有戴着眼镜在打手机的人跑进来，我是说我们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就是穿着唐朝随时都会拿出服装，但是随时就会戴上眼镜，戴上眼镜拿出手机来。对，那这种状况真的太夸张，叫何止。对，那当然说我们能力所及，说考证不要去犯一些错误。你说的玉米萝卜，因为萝卜我们查过是中国从有历史以前就历史记载以来一直都有的作物。当然是白萝卜，不是胡萝卜。胡萝卜一听就胡萝卜，就是是那白萝卜。对，白萝卜跟白萝卜的亲戚青萝卜是 OK 的。那玉米因为是大航海时代传进来，像跟辣椒。对，所以这种就不行，因为大航海时代对应中国已经是明朝的事，所以就不行。猪的毛色其实我们没有查到说除了黑猪以外其他猪都不行，但只是说其他猪比较容易让你联想到舶来品种。白的猪是约克夏猪，花的猪是汉普夏猪，就一听就不太行的样子。不太行。对，所以我们就最后就是决定说黑猪就除了黑猪以外，其他猪就要赶走。那也很麻烦，我们大九湖都是放养猪，都放养，所以那猪会随时跑进来，你就要想办法把猪赶走。不然如果你说白色猪跑进来，听说是有可以说把它后置修成黑色猪，那我们选择的是说就把它整个涂掉。如果万一跑进来，就请常务的人，因为常务就是打杂组，什么事都要做，常务就努力赶，那真要跑进来就只好想办法后置再把它涂掉，涂掉要花钱。那像这些我们就尽量说做到考证真实，可以能力可及的，但是当然也有像说一些能力不可及的，
就像我们在故宫至善园拍过一些室内的戏，那当然看到其实很荒谬，就是因为我们背景摆了很多假的白牡丹，但因为我们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一月，所以头顶上的白梅花开得很漂亮，那牡丹花跟梅花一起开就是不合理，就是不合理，那可以也就算了，越好看。那像我们在宜兰九寮溪拍，你也知道说九寮溪有一堆台湾原生的植物，山猪，过猫，长得满满的都是，全部都在背景里头，但也就算了。那当然侯导自己掰了一些理由，说什么 一座山底下是热带林，爬到山腰变成温带林，爬到山顶变寒带林，是，你就听他现场点评一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说这种穿帮就给他穿了吧。所以我说这种室外的东西我们能做到，当然就是你说玉米可以藏起来，白猪可以赶出去，那就做。那你说这些白梅花或是满山的山猪，那就算了，就画面 OK 好看，就放过他吧。就真要那种电影挑刺派的人，其实你也逃不过他们挑刺了。你这里弄掉也有别处会被挑到，就是防不胜防。对对对对对。但是海蒙，你有写到有关于黑泽明的故事，对，他就是有几样东西是导演无法是摄入的，所以他只好等待，现场花很多时间也在等待，对不对？对，等云到，等天晴，等光来，对啊，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他说那几样东西，天气、音乐、动物都是说，就你只能看他心情好的时候，看他愿不愿意配合你。所以你真的是说不知道，说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愿意配合你，什么时候愿意被拍。对，那可能那一整天就掰了。那当然，就侯导就开玩笑说要加入群众演员。我们刚说的打手机啊，戴着眼镜啊，或是他们。因为都是观光区，所以他们常看到观光客。你说队伍里头的骑兵看到那边有观光客嘛，就骑过去。所以你们要不要导览啊什么的，就这种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突发状况。对，但你完全无法控制，那你就很无奈。那也知道说跟他们发脾气没有用，你跟天气发脾气、跟动物发脾气、跟群众演员发脾气没有用，就只能等。那如果真的等不到，就变通。那当然，侯导有一套变通方法，就避开，或者说偷拍，种种的，就是他自己有一套很自豪，说拐这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拐出来的办法。现代中国人没有把唐朝的东西保护好，保留得下来，但是日本保存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习惯了那叫日本建筑，但其实是日本唐化以后一直保留下来建筑，所以其实那是唐朝建筑。但你要拍的像，可能就会被大家抗议说你是在拍日本时装片，那个古装片。对，所以你就要犯一点错误。但是侯导写实主义的正头其实也影响到演员了。据说舒淇也是戴着头套走了跟工作人员一样走了40几分钟，要到自然景里面拍摄。海蒙，你怎么看？为什么大明星都会变成侯导的信徒啊？这次跟几位很重要的演员合作，跟他们合作的状况怎么样？对，我舒淇讲的那场戏应该是内蒙古的山脊，就是他戴头套爬上去，而且因为内蒙古那地势很高，所以其实会有一点缺氧。你这样子走法会很还不到高山症，但是会蛮喘的。那其实我觉得侯导虽然说好像这样很超演员，但其实他是在他能力所及非常的保护演员，就是他不让演员上大夜班，那个挨饿受冻一定第一个就是避免演员，再来是避免工作人员，再来才是避免他自己，就他的顺位是这样。那所以像说在那时候在基路山里头的时候，那时候很冷，然后大半夜又有档期压力，但他还是不愿意说让演员拍到天亮。他就坚持说2点一定要收工，那根本他已经觉得2点收工是很不人道，他觉得应该12点就要放大家回去睡觉，他要让演员心情好，他们才工作才有工作表现，才能够表现出最好的那一面。对对对，所以他并不是 说什么我要好名声干嘛，他说我只是想把电影拍好，必要手段。是，所以他对演员是非常照顾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感召人的能力，就是说他拍片永远都会想着要留下典范，或是留下说其他他自己将来
或是说我们这些下面的人未来独立出去拍自己片子，或是其他完全后进的剧组，拍片能够值得借鉴，不管是正面负面借鉴的典范。他从来不会希望说一部戏拍完就是从就是归零，就什么都没有，他总是希望能留下一些东西。那包括对演员也是，他不是说我们这次合作完，你如果接下来不拍我的片，那我们就是从此就没路。他不会是这种心情，他总是会希望说能帮到演员，帮他演技上的突破。像他就一直觉得说张震是太温和的人，所以那他这次派给他田季安这角色，田季安有很暴烈很疯狂的一面，他说那他看看能不能让张震试试看说让他的演技 有所突破。所以我就觉得说演员会很受他这一点感召，演员一定也感受得到。甚至你说像咖啡时光里演那爸爸的日本演员小林忍士，他已经拍了演了一辈子的戏，是日本非常老的演员，但任何的那种电视连续剧带都看得到他，他演了一辈子，结果在看了咖啡时光试片以后泪流满面说原来我是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对，才知道说我可以做到这样。那其实听说舒淇刚开始跟侯导合作的时候也曾经就是千禧慢婆还最好时光也是看完非常动容说原来我可以演到这样子，我自己都不晓得。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感召会说让不一定全部演员都吃这套，但总是说有些磁场相同气味相投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固定这样子，固定班底固定合作对象。甚至舒淇不是说赔钱也愿意帮他这部念娘，他不止原本说不拿工资不拿片酬还打算投资，当然后到劝阻说不用你来投资我去找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召力。写实主义对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来说格外的辛苦，有时候一场戏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坐姿或是为了一个更小的不知名的原因就要重拍，那拆掉的搭景就要再重搭嘛。所以你怎么看这次就是而且拍室外景跟拍室内景又有不同的辛苦之处，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分析一点？因为其实这次就事前侯导已经知道说这会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是因为时代剧跟那个现代剧是差别太大。对，现代剧你景永远就在那边，你爱随时去拍就随时去拍，你缺了少了什么东西都很好买，甚至不用美术组做道具，你只要去街上找家店买来就好。那你知道时代剧就是道具你不准备就没有，那你最怕看到状况就是一场戏被一个小道具卡住了就不能拍，难免你浪费，你得有浪费的体悟，就是得准备说多出一二成的东西来，即便这可能你知道说不一定会用到，但你就得准备。所以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有已经有这样子的差异。考据有我们说就是说非常真实，就是说侯导考据出说那个东西是什么，叫做什么东西，那下面大家再去故宫的书什么收藏品之中找书试试看，说找找看这是什么东西，那有些找得到，那但有些东西我现在一下举不出例来，但有些东西你真的永远就只知道说它的名称，跟它大概用途，但连它是大是小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你都完全就是从此就不知道。所以侯导就会说他巴不得发明一个时光机回到唐朝，那他又转念一想说如果有时光机那大家都回得到，就不用拍了，不用拍了。对，那当然这是写实部分。那刚才说室外景会有一些错误就让他去，那室内景我们会故意犯一些错误，建筑嘛，就是建筑你不能太像日本，因为就很汗颜，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把现代中国人没有把唐朝的东西保护好留得下来，但是日本保存得很好，所以其实拍我们在日本拍的景主要应该这样说，在大陆是拍纯外景，台湾拍纯室内景，那日本是拍那种室内兼室外，就是可能室内但是有庭院或是那种半室内半室外，有照得到建筑物部分或全体的这种景色。那你说因为大家都习惯了那叫日本建筑，但其实是日本唐化以后一直保留下来建筑，所以其实那是唐朝建筑，但你要拍的像可能就会被大家抗议说你是在拍日本时装片，有没有那个古装片，对，所以你就要犯一点错误，像是说唐朝的建筑没有隔间，它是用屏风这样子隔，所以是可以搬，那人是席地而坐，
这感觉就很像日本。嗯，那我们还是会弄个明显的门扇这样子隔间，然后弄个座榻给大家坐。但也是因为我们摄影兵哥说，你坐在地上镜头拍这样不好看，还是要有个座榻，你镜头这样对会比较好看。嗯，故意犯一些这样的错误，或是说，唐代建筑就像我们在日本看的建筑很厚重，要原木色，不漆任何漆。那我们搭的涅府跟节度使府就会说比较清灵，然后漆赭红色、绛红色的漆，其实那个比较像是宋代、明代的建筑，就是混血了。嗯，那一些器物明明是明朝器物，像我们那只祥寿那只香铜香炉，那个也是明朝的香炉，但是就是切侯岛就是认为说，因为他在我们说了，他在意的真就是那个真实的世界，人的处境。那其实这个考证出来的世界，他只要不要说太明显，有奇怪的东西，有电线，有电风扇，有灯，或是有那个悬吊式麦克风，这些东西没进去，那 OK， 就是说有一个古代的那个感觉，那个时代氛围，他也就觉得说，就够了，说他不会说这个一头栽进去就是考据，因为他毕竟他着眼的还是人，他无法拍那种人踩在竹子上，轻飘飘踩在竹子上，他说觉得不行，就他还是要很结实的实打，铿锵有声落回地上去，哪怕说招式十指简单，他也不要轻飘飘的，或是说套好招的，那侯导我觉得他在生活中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侠，他非常的强调正直与英勇，那把它实践在他生活当中。海蒙，有关于服装的考据呢，你也可以帮忙说一点吗？服装的考据其实就是说，那其实的考据也是因为我们曾经拍说那个魔镜少年在日本时候的，当然这段你知道这段没有剪进去，完全被剪掉了，但是日本版有放进去，但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服装跟我们在拍唐朝这也是出奇的像，几乎一样，就是男人的衣服，他们扎的那个蒲头，蒲头是唐代男人不分雅俗都会扎的那个，就是怎么讲，黑黑的帽子后面有两根刺那种蒲头，大概日本的相对应的时代是比我们熟悉的这种日本的古装要再稍稍前面的一个时代的，那是非常其实是非常共通的，那当然其实那个时代因为阿成也告诉过我们，所以胡化的很深，汉化胡化，汉人胡化，胡人汉化，胡人汉化，所以其实当然那个布料就是说那就是我们美术文英老师的专长，但其实他就是用了很多各国西域的各式各样的布料，那就是他发挥的专长，所以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有写到说跟美术组道具服装的磨合不是说那么的顺，但毕竟呈现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非常是甚至就外面就认为说本片一大卖点，说美的像那个不仅室外像美的像山水画，室内景也是那个每一幅都是美的，这样富丽堂皇这样子，对，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定格都像是一幅画，都是可以这样子把它抓下来接下来当做一幅画，当做桌面的，对，没错，但是最后写实主义其实也影响到侯导呈现武侠的这个精神了，所以海蒙，你看侯导他的心中的武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他的武侠观是怎么样的？当然你知道呈现的话就是说他的写实，就侯导一直强调地心引力物理作用，在他的武侠片里面一定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对对，就是一定大家一定会掉回地上去，是，那只是说刺客可能因为厉害练过，所以跳得 比一般人高，但也不会说轻功就飞走了之类的，因为其实这一次在香港也都有记者问过说侯导怎么评那个卧虎藏龙，那侯导也没什么恶评，但只是就说他的轻功不行，就说人他无法拍那种人踩在竹子上，轻飘飘踩在竹子上，他说觉得不行，就他还是要很结实的实打，铿锵有声落回地上去，哪怕说招式十指简单，他也不要轻飘飘的，或是说套好招的，因为他说这些演员不是武打出身，所以你说他们招式一反复，他们脑子你就看他一脸就是在背招式，一面说接下来手要这样子挥，下一招是这样子，你就看他一副就是在背招式，所以不要，就是让他很生猛有力，其实
即便一招两招，侯导就称为说这叫能量。那这是外在表现。那其实我觉得他内在表现的武侠还是一个，就是说他说的正直者才能做侠。就是那侯导，我觉得他在生活中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侠。他非常的强调正直与英勇，那把它实践在他生活当中。所以侯导会参与很多，其实他这些年参与的公众活动很多。而且他并不是那种赶热闹式的，他是真的关心一些，去替一些，甚至说，你说为什么我们都没听过侯导代言代为发声的这些运动，就正是因为说这些运动的族群，甚至是说连平常已经弱势到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乐生病院、三鹰部落、甚至是说外配、外籍配偶，甚至是动物，比人类更惨，动物不会被欺负了也不会讲话，也不会吭声、对，叫人类帮他讲话。所以我觉得侯导在生活中侠的精神，其实他在生活中他就非常的自己在实践，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是一个侠。就难怪文天祥老师会说，就是他拍刺客聂隐娘是在拍自己。对啊所以海蒙女从一开始到拍摄完成结束到现在上片，这么辛苦参与的刺客聂隐娘，你推荐大家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总是我们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我们辛苦磨了8年这样子千锤百炼磨出来的一部片子，就是也请赏光一下，没有、主要是说你说侯导这样子一个地位的导演挑战一个这么重要武侠的这样一个题材，那他也誓言说他要做出突破。那我觉得说他有这样子雄心壮志，这样子挑战这个题材做出突破，那你身为一个侯导铁粉，你身为一个武侠的铁粉，你是一个关注华人电影的人，甚至你只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我觉得你都不该错过，你都应该要关注这部片子。那更何况就是我自己看，我觉得非常好看，就不为了看了4刷5刷了，对，我就觉得很好看，很值得一看，而且是那种后劲很强的片子。你可能看完也许会觉得说淡淡的，但回家越想会越觉得，我跟天文都会就是说看完之后就觉得聂隐娘很可怜，让你会回家越想越觉得她可怜，睡觉也在想说她好可怜，白天睡不着醒来，白天做事也在觉得说这人好可怜，所以。这样子不断回味是后劲很强，非常的好看。所以在4刷5刷之后，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吗？对，就还是说每次都觉得说可以看到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上周说的人人心中都有一只青鸾，那个孤寂的感觉，我觉得说就是触动人心中共同的经验，很值得这样子，就是召唤每个人心中共同有这样子的一个共鸣。今天非常感谢海蒙帮我们分享《行云记》还有《刺客聂隐娘》，谢谢海蒙，谢谢。